香港证券业协会发表《证券商对行业发展市场调查结果》，83%的业界代表不支持政府增加股票交易印花税。香港证券业协会主席李维鸿表示，在八月份增加印花税后，港股向下寻底，加上近期市场较波动，认为较低税率有助激活投资者兴趣，带动业务增长。据该协会一项调查显示，有62%业界人士认为，如果券商可纳入理财通，对业务发展有帮助。李维鸿表示，赚统银行以存款及定期等一站式服务为主，而券商的本性就贴近市场，以提供适合的个人理财服务，期望跨境理财通在政策上能更加多元化，把饼做大后，市场面对竞争亦不会有太大问题。协会提到，香港本身金融服务界的竞争很激烈，期望竞争是公平的，为各位业界带来进步。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内有一定的角色，这个业界之间的竞争与进步有赖于香港政府、证监会、金管局、交易所和券商之间的支持。香港已经被定位成世界金融中心、资产管理中心或风险管理中心，希望香港政府可以乘住大湾区的优势，向助世界带领业界打出漂亮的一仗。